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show. I'm Patrick, aka 信义 G Dragon, and she is my soulmate. I can introduce myself. Okay, okay, soulmate. I'm very famous TV host. I'm D Xu. D Xu. Yeah. Okay, so I'm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superstar. International, IPSS. IPSS. Wow, yeah. That's good. I can sing, I can dance, and I can host a show. I'm very talented. Okay. And I have three daughters, one husband, and one mother. One mother? Okay. Excuse me, who has two husband?Who knows? Who knows? Maybe someone. A lot of people. Okay, yeah. So we have to use English for all today. No. Today we're going to discuss. 就是你是一个会讲英文的人，还是你好突然的回来啊？还是你是讲英文的时候，你 you will feel very scared. Okay, 你很畏惧。I can talk. Just stuck. 就是。两边我们已经分得很清楚了，是这边就是会 stuck 的人，对不对？欢迎右南姐、齐慧、Hello， 齐慧已经知道你英文莫名其妙啊 ？No， I because no， I 先不要吵。这边当然是啊，好闪亮哦。怎么为什么好闪亮？就是感觉就是学历很高的样子啊。哇哦，好英文组啦，许兰芳、这个佩奇。然后佩奇，我觉得很不公平啊！怎么说？你忘了他是上次来那个补习老师吗？我知道老师那一集的时候，他坐在中间那个位置，就是又美，然后英文又好。对。然后也不公平的是 ，Peg 他根本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啊，而且他又会日文，你知道，他又小时候读日本小学。对。那博士，我是不知道你英文是很好。我都在台湾，你没有去过。留学或什么的？没有去过国外留学，所以你英文是流利到什么程度？流利到就是一般讲话可是新闻讨论不行，就 CNN 那种。所以你如果就是听 CNN 不看字幕，你听不懂吗？大概听得懂70%而已。那已经很多了耶。对啊，没有，可是不太懂，就是听了人家问我，就是 CNN 跳过。但是日常对话你是可以的，如果出去国外点餐啊。买东西因为不得不啊。为什么不得不？因为念博士班，我们论文是写英文的。你是真的是博士啊？对，就是写英文。怎么知道你真的是博士？我以为许博士是一个称呼。没有，就是你嘛。我知道，开玩笑。所以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强迫自己要回，而且你好像本来英文没有那么好，后来你就逼自己一直练，一直练，练到你去瑞典。因为就是也是不得不，因为一定要去国外要上台发表，你要都就讲给外国人听你的研究，那你就是得讲英文，全英文讲你的研究，对对对。然后那一次研究的主题是什么？就是一样啊，我的研究主题都是一样，就是如何勃起什么内容？没有，就是尿失禁性功能跟性功能障碍这样。你会用英文讲这好难哦，讲讲看，这样有 urinary incontinence and sexual dysfunction。哇塞！这是什么泌尿功能的 function 有问题是不是？尿失禁跟性功能障碍。可是在日常教生活中好像很难用到哈。比较少。点餐也许用得到啊。点餐我也用过这个啦。救命喂！我要个热狗堡，我有尿失禁障碍。好，所以英文好的人，我们先不要让他们炫耀。好，但是你们英文烂是真的烂到什么程度？对啊，有一年我们全家到美国去玩嘛，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刚下飞机，我刚手机一开，我经纪人就打电话跟我说，有一个戏就是要到雪梨去，要10天。我说当然好啊，可以出国去玩，谁不想？我刚从美国回来，所以我就非常开心的就出发了，就隔两天就去雪梨，那超开心。但是因为剧组是会转机的，所以在香港机场就大概有3个小时的时间，你不可能一直在那里等。然后我就跟剧组人员讲说，那我就去逛一逛，想说帮小朋友买一些东西，我就很开心。逛着逛着逛着，我就忘记东西南北的方向。然后我就根本机场太大，是不是？对，香港机场跟台湾比起来是大的。然后我一直想完蛋了，那个闸口在哪里？我完全不知道。然后我要问人，我怎么找不到东方面孔？我好紧张啊！可我很聪明，我想我找穿制服的。那我就看到一个很帅的外国人，就拿着一个皮箱，戴了帽子，一机长找他就对了。然后我走过去就 Excuse me。
然后那个很帅的男生就看着我，就笑笑。然后我就在想我要怎么说，我要怎么说。然后我就很认真的看着他说 ，I need you, I need you。然后他就瞪大眼睛看我，我需要你没错，对啊，因为我脑袋挤出来就这几个字，然后就笑笑，我就说I want go to 雪梨，我要去雪梨。Sherry， 对，哎，你不要笑，直翻啊！当然啦、啊，玛丽就是 Mary 啊，大卫就是 David 啊，汤姆就是汤姆、啊，雪，对啊，那雪梨就是 Sherry， 说 I want to go to Sherry， 他就说 What？ 我说Sherry What？ I want to go to Sherry， 然后他就 What？ 那我想糟糕，他怎么听不懂？对。他怎么英文跟我一样烂？我那个当下是他还穿着制服，然后我就只把机票给他看，然后看一看看一看，然后我就说，我就很急，我就突然冒了一句日文说，还要哭还要哭还要哭，然后他就看了我一眼，我的意思是因为我时间到了还剩15分钟要登机，对对对，我就很急。那我一直找不到那个闸口，我就比那个闸口的数字给他看，然后他就帮我去带我去看那个看板，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就看了以后，他就告诉我说要从哪个方向，然后他就巴拉巴拉巴拉讲了一堆，我就听不懂是不是？我当然听不懂，我就 your pardon。又爬灯，他爬了半天，我还是不能登啊。好的。他最后有没有直接带你去？他带我那个方向，我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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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我就因为我先找那个闸口的英文字 H， 我找到以后，反正一定会到12嘛，我就用跑的过去。然后我就跟他 Thank you， 拜拜。然后他就一直对我笑，我在想他应该这辈子不会忘记这个东方人怎么这么可怕，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跟你讲雪梨，你为什么会听不懂？你现在知不知道雪梨到底怎么念了？我登机之后，因为我最后一个登机，我们剧组所有人都在看我，然后我就上去之后，他们问我就说，好奇怪哦，哎，我找不到，那我就问了一个穿制服的，他居然听不懂英文，他说你怎么说？我告诉他说 I want to go to Shelly， 然后全部。整个飞机上都很热情的赞助那个笑声，为什么大家要笑？然后我们剧组的执行就跟我说：“玉兰姐，雪梨不叫雪梨。”我说：“啊，雪梨叫做 Cini。”我说：“难怪孩子跟我 Cini。”我说 ：“C 什么 ？No， 雪梨，雪梨。”我还跟他比，我差点跟他比下雪，然后一个梨。雪梨很难比，雪梨真的很难比，雪梨很难比。所以整个那个无尾熊啊，对。可是席会是比较特殊的例子，对，因为你是觉得自己英文是好的，对不对 ？What did you say? You think your English is very well? Yes, because I got gong. You know, I got gong. Got gong. So, because, 对，let me think. Because I want to I have a story about you. Yeah. You go to America and you lost weight and you can't speak. Yes. So you know, cry, you know. Right? Next week all the family. We all go to the American and to the Las Vegas. And so I right now and list one all the program. And I will speak English for everyone.So yeah, 你那你是说整集你都要讲英文 ？Of course, because this is English challenge, right? If speak Chinese, it's okay, it's okay. 因为我们节目有很多观众也不会英文的， oh, 而且你的英文怪腔怪调，他们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只是想要试着听听看，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英文好？好 ，because 我很敢讲，然后我觉得，因为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我的环境啊有非常多 ，because I next the house, I live the Timu。天母 So Timu and I work and see the Adoga. Yes, and work see the Japanese. Yeah. So I 环境 is very very big. And I can 看到非常多的外国人 So I talk. Okay. Yes. So I feel my English is 嘎共就会非常好。但是为什么有一次你在美国会哭呢？哦，因为有一次呢，那时候去那个 Las Vegas 不是去纽约，然后呢，那时候去纽约的时候，我跟我老公那时候就分开去逛街。那分开逛街呢，我们就约好说，哦，大概就是逛到多久，然后互相打电话。那我就去逛了一间超级大，在那个 Times Square。Times Square have a one 一间非常 big 的 Disney 的 story 这样子，然后就要练习 story 还是 store 啦 store 商店，然后我就去逛，然后逛一逛之后，我就想说，哎，时间差不多了，然后我就准备打电话给我老公，结果呢，
我找不到手机，然后发现我的手机放在我老公的身上。哇，这个是一件对我来讲很恐怖的事情。然后呢，我那时候超级无助，是因为我第一次去美国，而且那一次还是我跟我老公的 honeymoon。就你每次来都会讲的那一次 honeymoon， 就是那一次 honeymoon， 蜜月，对蜜月。然后那时候我就找不到他，对，怎么办？完全找不到他，然后我就开始哭。然后但我想说，因为在纽约可能会有非常多会讲中文的人，可能大家看到我在哭就会 care about me， what are you cry？ But no， but nobody， nobody stop see me and I c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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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loud， I cry very and very sad。然后我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就再哭了十分钟，完全没有人理我。然后我想说，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去找 policeman？那我想说，好，那我没关系，我就站在 Disney 的门口那边等我，看看我渡不渡得我老公这样子。结果呢？为什么一直有台语在里面？然后呢，我就突然哭哭哭，然后我就突然笑了。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胡迪。因为在 Times Square 有非常非常多扮那种就是你可以跟他拍照的人，然后我有那个照片。我那时候哭到整个眼睛是红的，然后之后呢，为什么这张照片呢？是因为我就看到我老公喊我的名字，我老公找到我了，所以是胡迪救了你耶。对，然后我老公是看到我在跟胡迪拍的，在跟胡迪站在花旁边，然后我老公就过来看到我，然后他就专门帮你们拍耶。我就说 ，baby， 你的手机什么？然后我就哭了乱七八糟。他就说你不要哭，我说那你可以帮我跟胡迪拍照吗？然后我就又哭又笑这样。可是我不懂舒红，感觉就是一个会讲英文的感觉，是很强的。对啊，他脸很厉害，感觉是留学脸啊。No, I think my English is not good, so I need to practice. 哇，其实很好，因为英文很好啊。Actually, my English is good for a while. It used to be. 久。Yeah. 以前对不对？对，以前。So what happened?我先讲一下，我今天有准备了。对对对，开场前都在准备那一段，对对对对对，我一直在就没了。对对对，我一直在没了。就是 It's my first time come to 小姐不 city。I haven't seen you for a while. Have you ever seen me before? 有。When?康熙来了。Oh, really? Yeah. Sorry, I forgot. I think you are still very beautiful. Still very beautiful. Yeah, thank yeah, you yeah, so much. Yeah. And? Let's hope. Thank you. 我准备好久，你知道吗？刚那个。其实还有更长的啦。那你试试看更长的。Currently, I live in Taipei. And I'm 35 years old.I am actor, also a chef. You're a chef? Yeah, yeah. How did I know I do cook? Because my parents used to run a restaurant. Oh. Like Chinese food, beef noodles, or dumpling. My hobbies include swimming, playing basketball, watching movie, and... listen to music and traveling. Traveling. Yeah. So you mean you're a chef, so do you have the license? Can you see what? The license. Again? Do you have the license? License? 执照。证照。证照。Oh, yeah. Yeah. Oh, really? Yeah. So do you own a restaurant or you just cook at home? Yeah. 是可以讲的，我觉得他的发音是 OK 的、啊，对，而且他至少不会中间卡一个什么台语还是什么。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开启小铃铛哦。